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大家挥个手，跟你们见面。OK， 你们都看到我，我也非常清楚的看到你们。啊、我有啊、很多在现场的上海现场的伙伴们，你们挥个手。上海现场的。还有北京现场的，在这个体验馆的，广州体验馆的，还有厦门体验馆的，总共四个这个体验馆。那当然，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呀、啊，或者是在你们自己的城市的这个啊、工作室啊或中心来这个收看啊、这个活动。我爱你。这是我们第一次办这么大型的这个虚拟的这个活动，空中的活动，线上的这个活动，我有点紧张，真的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上海张建华整个团队的这一个啊、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真的不容易的。那当然哎，我也要感谢一下我现在人在台北啊、台湾安利公司的这个工作团队，台湾的工作团队可以不可以跟在大陆的所有的这些伙伴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啊，他们看不到吗？看到吗 ？OK，OK， 好的，啊，我非常这个高兴，也要恭喜大家能够。争取到参加这次啊6%以上的领导人培训会，我想你们都非常认真，你们都有梦想，你们都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要在一年之内达标20亿，甚至能够这个参加海外旅游，甚至能够出席啊今年的这个北海道的海外。我知道高难度，可是。我认为梦想很重要，目标更重要。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你们真的知道如何去设定目标的话，目标就是要清楚 21% 如何做到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你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知道安利很好，你们也知道安利很好，不然你们不会选择安利。安利产品非常的好，安利制度非常的好，安利公司非常的好。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安利已经成功的这个不断的成长了多少年了？我看这个全世界已经超过60年的，在大陆也超过这个25年了。我的问题是这样，既你们选择了安利。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问安利的未来，现在很好啊，过去很好啊，我觉得这不重要诶，重要是 tomorrow 明天诶，未来诶，安利会不会继续的这一个成长。各位你知道吗，很多人做安利啊，满腔的一个热忱啊，然后梦想很大啦，可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啊，或被人家泼了一些冷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这一个挫折感，甚至开始犹豫不决，怀疑，然后放弃掉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知道安利很好，产品很好，可是没有办法坚定这样的一个信心。为什么？对未来总是有一点点的这一个怀疑跟犹疑。我记得我开始做安利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关心我的长辈，他告诉我，你不要做安利，安利不能做。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做太迟了，我继续的做，4个月之后我做到 12%， 我做到 12% 之后，我就决定把工作辞掉，全职做安利。当我决定全职做安利的时候，我上班的公司的部门的主管他也非常关心我，他说年轻人你不要那么冲动，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那么好的公司，那么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要辞掉去做一个没有未来的事业呢？我就看着他，为什么说没有未来呢？他说哦，安利真的没有什么前途的。然后我就看着他，等他的答案，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我有一个侄女在6个月前就把安利给放弃掉了，他说
安利已经饱和了。各位，我相信我们所有做安利的人，天天都可能会碰到这些好心的朋友、好心的长辈、好心的亲戚来告诉我们，哎，他们的看法。那请问，你要相信安利呢，还是要相信你这一些关心你的这些好朋友、这些长辈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听了一剪这个我们的创办人温安诺先生的一剪这个录音，哦，他用非常这个 powerful、非常有自信的语气说，他说安利很好，安利未来会很好。他说，你们做不做安利，安利都会继续的成长。然后他讲之后，他鼓励大家，甚至向大家挑战 grow with Amway， 跟安利一起成长。我跟你讲哦，我相信现场听他这场演讲的人一定很多，然后在这个听他的录音的人可能更多了。可是有多少位听他这场演讲的人、听他录音的人相信呢？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不大相信，所以可能早就放弃掉安利。哎， that was 40 years ago， 40多年前呢。我告诉你，别人不相信那是别人的事情，我选择相信。我也接受了温安诺先生的挑战， grow with Amway， 跟安利一起成长，所以我做到了皇冠大师。所以我今天我也要鼓励你们，我也要跟你们挑战，跟安利一起成长。我记得大概前年吧，我们去这个Las Vegas 参加安利公司的60周年的这一个庆祝大会。然后安利公司说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Amway， 这是安利的刚刚开始而已，现在做安利正是时候。各位，你听了之后你觉得呢？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OK？ 我觉得很多时候信心是发自内心的，是你自己要去分析，你自己要真正的说服你自己。如果你真的你分析之后你觉得安利真的现在做正是时候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止你在安利成功。人家可以拒绝你，人家可以泼你冷水，可是不会打击到你的信心，因为你相信安利的未来、安利的前景、安利会继续的成长。我觉得，我认为真的安利才刚刚开始。你们都知道嘛，这个商机很重要耶，大健康产业这个商机真的实在太大太大了。尤其是这个冠状病毒之后，大家对这个健康啦、增加免疫力啦，所以吼、大家对这个营养食品的需求，对这个净水器的需求，对这个空气净化器的需求，哎，这个需求量很大，我认为会越来越大。那你想想看，安利我们具备了最有竞争力的这个品牌，我们的纽崔莱，我们的这一个Eastspring， 我们的那个 Atmosphere， 我觉得这些都是市场上数一数二的这一个产品来的。除了这些产品之外，我们还有美容保养品呢，我们还有个人护肤用品呢，我们还有这个厨房用具呢，我们还有家庭用品呢，哎，还有嘞，我们的开发能力很强，哎，我们不断的在推出很多很多的产品。各位，你想想看这个市场有多大？我觉得齁、其实做不完啦，商机实在太大了。我认为哦，只要有商机，只要有需求，我们能够满足顾客的这一个需求、大众的需求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的这一个成长。更重要的，不要忘记 This is 21st century， 这是21世纪，这是互联网的这一个时代，这是高科技的这一个时代。安利公司花了大量的这个资源
在投入去创新啦，然后做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型，其实我们数字化的转型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只要一个手机在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安利耶，非常方便，而且很容易，谁都可以从事这个事业。再加上现在有点不景气啊，其实很多人都在寻找机会耶。可是你不觉得吗？能够像有安利这样的一个机会，随时随地在家里都可以做的这个机会，你不觉得非常吸引人吗？所以换一句话讲，我觉得安利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未来会越来越多的人要投入安利这一个事业。再来，各位你想想看啊，我们以前做安利啊都辛苦诶，全部都是线下的，我们要找顾客，我们还要跟这个什么交通啊，还要坐车啊等等啊，其实真的是浪费很多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啊。所以我们以前做安利做得很辛苦很累耶。各位今天你看我在台北，你们很多人在上海，在北京耶，在厦门耶，在广州耶，还有你们在各个地方，在家里耶，你们不用飞来飞去耶，我们省了多少的时间呢？省了多少的钱？哎，这些都是 cost 啊，都是成本啊。所以啊，换一句话讲，那个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当然我们的利润就这一个提高了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安利现在做正是时候啊，我们讲安利 2.0 嘛。So this is the time, 这个时候。只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安利 2.0, 其实有很多人是有点这一个迷茫的。我今天下午听了这个郭宏斌啊，还有你们一些领导在这一个分享的时候啊，都会提到现在做安利的确是比以前这个有一点复杂了。我们早期的时候产品可能就五六种七八种，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了不止产品越来越多了，做法也越来越多了不止做法越来越多了，哎呀，以前只做线下，现在还要做线上，还要上下结合等等等等，好像这一个有一点复杂，对不对？各位你一定要记住齁，不管怎么变都好，你永远要记住一个原则， Success is simple， 成功是简单的，不要把它搞得很复杂。我很欣赏这一个维珍集团的这个创办人 Richard Branson 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任何的笨蛋都能够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如果要把这个复杂的事情把它弄得简单就不容易了。所以重点在这里，各位我们不要把是有一点复杂 OK， 可是真正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成功的呢，其实不管什么行业都好，真的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如何的化繁为简。 2.0 对的，安利 2.0， 可是我告诉你齁，最大的问题只是工具的应用而已啊，高科技互联网或者是这个 social media， 我们讲做这个社交媒体，这些都只是工具而已啊，只是要如何的去应用这些工具啊。我想我们做安利做久的人齁，因为太习惯线下了的，你知道吗？新人没有问题啊，那些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嘛，现在年轻人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耶，对吗？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懂了。我们不一样诶。可是我看到你们很多人可能做安利一段时间了的喔、哦。你们有些人可能做了十年了喔。你做了十五年了的喔、哦。以前做了这一个二十年了，甚至有些人做了二十五年了的喔、哦。真的突然间要做 2.0， 到底如何去做呢？记住，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都好。我始终觉得OK， 只要你懂得去应用这一个工具，基本上宗旨没有改变。这个安利的这一个成功的模式没有改变。安利的愿景
helping people live better life， 帮助人们过更好的生活，没有改变。安利的成功方程式 3S 没有改变。真的，我们只是如何学会用这一些互联网、这一些社交媒体、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做好 3S 的工作。我相信今天这个下午已经有很多来谈这个我如何的去这一个透过这个线上啊，透过这个互联网啊，啊，透过这个社交媒体啊，来这个把人给带进安利这个事业来。我不管你是用这个啊机会用 OBB。还是你用产品，用这个健康管理员，还是用这个啊，像年轻人喜欢讲的所谓的创投啊，用创玩，对吗？你看我是不是老派的 ？OK， 我是老派的啊。哎，你们有些人在鼓掌。你看哦，怎么去应用这些东西？我真的是老派的。我几乎连手机都不会用的人啊。几个月前我的伙伴，不管是泰国的、马来西亚的、这个台湾的、中国大陆的，都说傅先生你可不可以办一个线上的会议。我说有点为难呢。为什么？你看我不喜欢这个面对的镜头。我不喜欢跟这个机器这个讲话。所以我觉得很难呢，对吧？我想你们可能当中，可能有很多人跟我想法都差不多一样。咦，这些高科技很难呢，对不对？陌生的东西呀。可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哎，我们领导人不是常常告诉我们的伙伴吗？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要逃避困难，面对困难 ，You can do it。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改成跟我自己讲：不要逃避困难。不要找借口说啊，你不喜欢录影，不喜欢面对这个机器，对不对？找出解决的办法 ，You can do it。那我现在不是克服了这些困难吗？我现在不是在空跟你们讲话吗？好像效果还不错的样子，对不对？哎，我看到你们很多人都在笑，甚至在这个鼓掌，只是可惜我听不到你们的这一个声。不过没有关系，我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的感觉，对吧？我可以感觉到你们，你们也可以感觉到我，对吧？虽然说我们是在空中，哎，我听不到你们，可是你们听到我。重点是，我温度啦，你觉得呢？同意的话，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哎呀，太好了，我看到你们这些露齿而笑的，是代表说你们非常认同我这一句话。那记住咯，不要害怕这些所谓高科技的东西啊，面对它，想办法去这个接受这个挑战。讲回刚才所讲的嘛，你还是要去这个做 3S 的工作，你还是要推荐啊，你还是可以用传统的这个讲 OBB 啊，或者是透过这个产品啊，不管是美容营养都好，把人给这个带进安利这个事业。当然你可以用这些创玩的这个方式。那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鼓励你们，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的 ，OK， 不要受到我们这些怎么讲，老派的。我们做久了，有时候我们的这些想法哈，这个改不过来。哎，你们年轻的哦，我鼓励你们呢，你们要有创意嘛，你们用你们所这个，我也不知道创意，你们的创意会是什么。总之，你们就去大胆的去尝试，就是推荐嘛。怎么样去用你们的这些社交媒体呢？我不知道，可是我始终觉得你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尤其是刚才我讲过了，这个效率太高了的，这个没有距离的，没有这个空间的。我们以前哇，推荐一个兴奋的不得了，我推荐一个，我找了一个顾客。现在啊一个算点什么呢？你们可以推荐十个、一百个、上千个都可以。所以现在正式开始啊。这个空间实在太大了，只要你能够掌握出那一个方式，你们一定可以推荐到人。问题是，我想花一点时间谈谈这个 3S 啦。那基本上，这个成功方程式一样，
不过我们遇到的挑战还是一样。OK， 因为案例在中国已经二十几年了的啊、今天呢你只要去跟人家讲案例，大部分的人都说哦，我知道了，不用讲了，我听过了，我懂了啊，这还没有关系，甚至有些人还会排斥。为什么？应该这样讲，说有很多人真的他们对案例是有很大的这一个啊、误解。那问题就是我们做案例的人齁、哦、一开始加入案例呢，就在学习怎么销售，怎么做产品示范，怎么讲 OBB， 怎么讲这个邀约，怎么讲案例的价值演讲，都是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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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人家没有兴趣听嘛，你说是吗？所以我这里跟各位分享三个点，在你们还没有正式的去销售案例之前，有三个点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首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你觉得卖产品给卖给一个顾客他不需要的产品比较容易呢，还是卖给能够帮助到他的产品比较容易？我想你们都会同意嘛，能够帮助到顾客的产品应该是比较容易卖嘛。那问题是什么产品可以帮助到你的顾客？你的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自以为是诶，我们碰到顾客的时候我们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这个讲，对吗？我们因为我们受过太好的培训了，哎呀，我们讲起产品，讲起纽崔莱，讲起这个雅致，讲起这个 OBB， 大家都会讲。所以我们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太喜欢讲了，碰到人就讲。其实各位伙伴，人家对安利没有兴趣，人家对纽崔莱没有兴趣，你噼里啪啦的讲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讲的再好天花乱坠都没有用。我认为齁、哦、比较重要的是你要如何的去找出对象的这个需求嘛。只有一个方法嘛，就是你少讲嘛，多听嘛。其实我教过很多人，就是我们养成习惯，我们碰到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少讲多听，要倾听。可是多年来的习惯，太多的领导人真的改不了哦。我比如说我今天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啊，你们听诶副总讲的太有道理了啊，明天开始你遇到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我要想办法这个少讲，然后这个多听。可是一讲起案例来呢，你又忘了的，嘿嘿，你太喜欢案例了的，太习惯讲案例了的。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要记住气三法则。什么就是气三法则？就是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呢，你让对方讲这个谈话的七成，剩下的三成你来讲。那、我不是说你就让他讲而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掌控那个谈话的这个内容嘛。啊，你们做那么久的人，你们应该懂嘛。只要懂得问问题的话，你就知道如何去引导他讲一些你想听的话嘛。记住，唯一的目的就是你要去了解你的对象的需求跟他所碰到的一些困难。所以如果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需要的东西在哪里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卖产品就容易很多了，或者是推荐就很多了。你知道吗？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一个业务员啊、哦、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全世界最顶尖的业务员花非常非常少的时间在做销售，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在尝试的了解顾客的问题需求，提供价值，提供价值。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不是做安利 2.0 吗？你们不是做什么什么公益群吗？对不对？你们不是这个建了很多的群吗？不要想到有什么回收吧，提供价值吧，对吗？你们不是有很多的营养的知识吗？很多的美容，你们提供价值嘛。当对方真正的这个感兴趣的时候，他是会找你的，对不对？所以提供价值。然后呢，这句话还没有完哦。世界最顶尖的业务啊，业务员花很少的时间在做销售，
他们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尝试了解顾客的需求跟问题，然后提供价值，然后呢建立关系。哎，安利是人的事业，你要懂得跟人家建立这些关系。你相信我，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把这个当作一回事，你跟你的对象、跟你的顾客、跟你的伙伴、跟你的家人的关系如果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的安利事业一定能够这个大幅度的这一个成长。我们很多就是太执着于这个专业产品知识，如何讲安利等等等等，忘了其实安利是人的一个事业。我们反而不重视这种情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一个重要。如何建立这个人际关系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练习陈冠的这一个文化。你们都会朗朗这个上口嘛，以赞美替代批评啊，不要用讲的，各位，以赞美替代批评，我告诉你哦，你们都知道啊，人喜欢听被人家赞美嘛，对吗？谁喜欢被人家这一个批评？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只要批评，批评是伤人的。如果你想要破坏情感的话，最快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批评，以鼓励替代这一个责备。人没有完美的啦，每个人都会犯错啦，对吗？诶，当别人犯错的时候，记住你要责备别人的时候，问一下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犯过错？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际关系的这个能力能够这个提升。还有以感谢替代抱怨，我告诉你，这是人性诶，你们没有抱怨。我发觉到说，业绩停顿的、没有成长的也会抱怨。问题是抱怨有用吗？你抱怨五年，你抱怨了十年了，你的业绩有没有突破呢？所以，与其花时间去抱怨啊，不如这一个你把你的时间把它节省下来，想办法去这一个改进，远离八卦是非，拥抱积极乐观，真的。我们太喜欢这个八卦是非了。其实身为陈冠人齁，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讲好话。我们要传播这个慈悲，传播爱，传播。我觉得我们领导人不是常常在这个传播这些东西吗？我的意思等于说是你会传播，可是当你八卦是非的时候，就被这个就大打折扣了。拥抱积极乐观，当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是一个受人家喜欢跟这一个欢迎的人。哎，人吼不喜欢跟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不信任的人工作跟做生意，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人家喜欢你吗？人家欢迎你吗？人家信赖你吗？我们只是想到 push 卖东西卖东西，你要问一下你自己，人家你的朋友你的对象 do they trust you， 他相信你吗？我觉得齁，建立信心，建立别人对你的信心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最近我去逛这个汽车经销商，我想补车，然后业务员呢，哇，他的这个口才很好，很积极的在这一个介绍，噼里啪啦讲了很多。可是后来我没有跟他买，因为我觉得我不大信任他。为什么？因为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不懂，他装懂。所以各位，其实如何建立别人对你的信心呢？我始终觉得不懂就讲不懂，不懂不要装懂，对吗？哎，诚实还是最好的这一个 policy， 诚实最好的这一个政策来的，千万不要这一个欺骗。因为我觉得真的这个诚信是所有经商之本来的，所以你要得到别人对你的信赖的话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这一个重要。所以今天假设说你得到这个别人的这一个信赖，那我认为卖产品可能就容易很多了。最后，在你还没有讲案例之前，
我觉得与其销售安利，不如销售你自己。Sell yourself， 三流的业务员卖产品，二流的业务员卖服务，一流的业务员卖自己。George Lau 全世界 number one， 他连续16年每一个月平均卖六部汽车 ，sorry， 12年呢，每天呢卖六部汽车，哎，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人能够打破。所以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 ：“I sell nothing, I sell me。”他说：“我什么都不卖，我卖我自己。”各位，你会卖你自己吗？我们不大重视耶，我们觉得好像如何去销售自己呢？美国一部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就是这一个《美国新玫瑰裙》啊，《American Beauty》。这套电影很棒，它里面有一句话：想要成功，你就必须随时保持成功的形象。我觉得这点很棒，佛要衣装嘛，人要衣装嘛，所以你要学会一个打扮。可是我不是说要啊，怎么讲，只是让穿着让你好看而已。其实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是成功的，所以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给人的印象你是一个失败者，你不要讲 OBB 啦，没有人会相信你啦，对吗？所以这个形象是这一个非常的这一个重要的。那我觉得尤其在做安利，因为我们销售的是梦想，我们销售的是机会，我们销售的是成功，所以我们更要这一个展示，这个让人家觉得说我是成功的。你的形象，你给人家的形象是你是这一个成功人。可是成功不只是装扮而已，重要的是你的自信呢。你对你自己有自信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诶。我们讲说当你有这种感觉的行之以外嘛， OK， 当你跟你的 prospect 对象讲话的时候，你的自信真的自信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它是可以这个吸引这一个 bring success， 它是会带来这一个成功的。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啊，不要看不起自己啦。我觉得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潜力的。那做安利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不是不断的在鼓励伙伴吗？你更要鼓励你自己耶，你是有潜力的，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成功的。你要懂得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自信心。当你感觉自信行之以外，你就让人家对你有这一个信心。所以不是要让你看起来好看而已，是帮助你在这一个 communication， 在跟人家我们讲沟通的时候更有这个说服力。那其实这堂课很大齁，我稍微再讲多一两点。我觉得这一个销售自己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跟你要销售的这一个项目产品要有所关联。哦，你要聚焦在顾客的需求上。你把它记下来这句话。也就等于说是为什么要销售自己呢？哦，因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比较好讲了，比如说了齁，你要这个发展这个瘦身的这一个项目。你要推荐这个顾客买这个瘦身的这个产品，这个 body key， 你就不要讲 body key 吧，你不要讲这个什么 nutrilite 吧，你就不要讲 Amway 吧，对不对？那你要销售你自己啊，对吗？哎，你的顾客，你的对象对 nutrilite 对这个安利可能没有兴趣，可是他对你，哎，你如何瘦了3公斤，如何瘦了5公斤，如何瘦了10公斤，他对这个比较有兴趣耶，对吗？所以你要销售的是这个点。我想你们都聪明了，我不需要多讲了，你们大概就会理解了。就是销售自己，就是要把你要销售的跟你的产品还有顾客的这一个需求，你要聚焦，要连接起来，这样自然而然的你就懂得如何的去销售你自己。以上这三点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我想我就不用再跟你们讲如何销售产品，如何推荐人的，你一定会做得更好。我继续要讲的是今天呢 2.0 怎么讲呢，
这个原则你还是要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一定要简单化。我相信郭宏斌今天已经这一个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的。不管什么线上线下都好了，基本上呢，你们自己不要把太多这些东西给它搞乱了的，你还是要推荐 ，OK？ 我不管你用什么创意，用产品啊，用 OB 推荐的人进来，你还是跟进。那你跟进的话，我们以前线下就用这个 LC 嘛，那现在啦，你们就用什么社交这个群体啦等等啦，你们都在用诶，谁没有用？举手一下，大家都在用诶，你们不是建了很多的群吗？什么什么什么群，宝妈群。这个美容群，现在有个逆龄群、瘦身群，什么这个美食群，各种各样的群，哎，有很多人他这个群建得非常好，然后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业绩耶，很多人的业绩他不是一万分耶，两万分耶，三万分耶 ，OK， 他不止能够创造这么大的这些啊。业绩这么多顾客，他甚至可以透过这些群能够跟进，然后把这些普通的这些会员啊、顾客啊，或是普通的这些伙伴，转化成为积极要发展的这个伙伴呢？你是不是很羡慕啊？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厉害呢？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功力的话，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群还没有产生这个效果的话，你要检讨一下，你要问一下你自己，你是如何经营你的群的？我告诉你哦，我发觉到我们很多领导人的太多的群了 ，OK， 群多没有关系，就搞得很复杂，然后变来变去耶。这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定的这个思想，你们没有用心专心的去经营你的那一个群啊。我不管什么群啊，瘦身群、美容群、这个美食群都好，你要用心去经营它嘛，对不对？你的策略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内容是什么？你的特色是什么？那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用心 ，OK？ 你可以有很多群，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王牌群。我觉得你必须要去找一个群你喜欢的 ，OK？ 你有热情的，或者是能够帮助你产生这一个业绩的，然后好好的去这一个经营这个群。我想，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比如说这个瘦身群。就够啦，不是，我不在这里，不要去做其他的哦。我说，如果能够把一样做，不得了诶。刚才我听这个朱秋不是讲吗？李小龙说他不怕懂得一万种招式的人，怕的是他把一种招式念一万遍诶。你的瘦身群，你能够不能够念一万遍诶？我泰国有很多伙伴，他们只做瘦身诶。他们就做到营长，做到经长，做到高级主任，做到经理，甚至高级经理耶，没有那么复杂啦，各位拜托啦，用心一点，不是这里仙女散花，这边弄一下，那边弄一下，弄到最后你们精疲力尽了，你们失去信心了，你就放弃了，我觉得太可惜，可惜了的。所以基本上，这个简单化 ，OK， 不要忘记这一个 ，success is simple， 成功是这一个简单，好好的这一个把这几个弄起来，这个金三角把它这一个用得好，我相信你的发展一定会非常快速的。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呢，就是 am I going to make 21%？ 我如何做到21%？ 你们不是要去北海道吗？你们不是要这一个达标21%吗？如何做到21%呢？我告诉你，我们的金三角没有改变，我们的系统也没有改变。我认为要达标21%，四乘四的系统还是最好的这一个系统。你们今年都做到6%了，你们能够做到6%，我鼓励你们，你们继续的这一个开更多的前排，继续的这个推荐更多的这一个顾客。我们太多领导人就是想要帮助别人成功，找到一两个哎还不错的，然后整天就在那边捏他，整天在那边推动他，然后整天鼓励他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是你要告诉你自己的，你自己要先做嘛，对不对？面条哦，你怎么推都没有用了，面条是你要在前面带的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你是领导人。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继续的去做 3S 的工作，以身作则，你保持你的 6% 甚至 9%， 你推荐更多的人，你会出现那些想要发展的，
然后启发他，帮助他。你做百分之六，如果你能够找到三个，帮助三个做百分，你就百分之十二嘛。这个 four by four，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可是关键点，我们的 four by four 提升的，为什么一加三呢？就是最重要是你自己。我们以前 four by four 就四个部门，然后不断的去推动这四个部门，面条一直一直在那边推动，推不动啊。现在第四个部门你自己，你不要以为你找到了几个想做的人，那你就不用再做了。继续的保持你的这个销售跟你的这个保持 6%， 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你绝对能够启发你的整个团队，你所有的这些部门跟团队都会跟着你一样积极起来。我跟你讲，越多人积极的话就越兴奋了。哎呀，住在风口都会飞耶，今年我发动这么的活动，我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风口给建立起来耶。啊，在奔腾了、啊，没有那个气势的、啊，万马奔腾的那个气势很可怕、啊。我始终相信，今年成冠年，今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尤其是你们在线上的，我是看到你们的，你们都有责任呢。记住，不要一天到晚只做你的伙伴销售推荐服务，三个指头指挥你自己。你没有做销售，你没有做推荐，你没有做销售。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我相信你能够带动你整个团队。记住，万马奔腾。如果你全部的整个团队整个城管大家都一起动的时候，那一个气势真的是很可怕的。我始终相信 Now is the time， 现在正是时候，真的安利才刚刚开始，现在做安利正是时候。你照做的方式去做，很快的你就做了 12% 了。那你要记住哦，当你做了 12% 的时候，因为你自己 6%， 然后三个做了 6%， 那么他们会受到你的影响，跟你的这一个这个推动，他们也会从 6% 做到 9%、 12%。 如果三组做到 12%， 不要忘记 You are the leader， 你是领导人，你自己要保持 12%。 所以你看，你四个 12%， 你就是 20%。 这一种方式上 20% 真的非常的稳，而且是最靠近这个助理经理明珠翡翠的。你做到的话，将来钻石行政钻石总监都放在口袋里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四层次的这一个 power。 所以各位伙伴，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一个分享能够对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启发。 OK， 今天晚上好好的把你的目标重新的再检视一下，好好的再把今天我所讲的消化消化一下。如果你能够把我今天所讲的一步一步的去做的话，我很有把握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20%。 而且所有我看到你们这一些已经做到高级主任以上的领导人，记住，这是你们的这一个责任。我要你们继续的这一个努力。今天你推荐了这么多人，你的团队有这么多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我做了40年了 ，OK， 我还能够保持这个热忱，为什么？因为我始终觉得，我有那么多的伙伴，我既然告诉他安利很好，我就有这个责任，继续的努力去带动他们。你也应该一样，如果你有这个思路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今年你们一定能够达标。不管你的目标是红宝石、这个明珠经理，或者是这个钻石，我们今年的海外旅游是在三亚，我们在三亚见，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哥。厦门里作为经济特区，是安利中国。大家的看法。改变爱民的创业精神。现在正是涨潮时，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吧！大家好，我是陈淑妮，我是吴奇，我是张佩华，非常期待此次盛会的召开，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就在今天，五地联动盛会，开创社交电商新元年，赋能新安利，赋能新成冠，赋能新超越，我们不见不散。爱你啊，安家一家，我企业们呐，厦门欢迎你！嗨，我是厦门的冯春。走入安利之前，我是一家台资企业的品质管理员，工作15年，月入不到2000块。走入安利，跟着我们成冠系统，我也实现了月入5位数。并达成安利的创办人高级主任，也符合安利的海外旅游。在这里期待我们15号的6%的学习，我也带着一群好朋友一起参加。我行你也行，我们一起来。全国成冠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的高升。从事安利事业之前，我是个机械工程师，原理追求自由，紧跟整个成冠系统，去年也达成首次的海外旅游。这次也非常期待这次全国的网络会议，大家一起加油，共进北海道，耶、yeah ！大家好，我是厦门徐秀霞，也是两个孩子的宝妈。透过安利这个平台和系统的培养，我也成为了安利中国首批完设梦想家的推广大使。我行，你一定行，加油！乘风破浪，前进北海道。前进北海道，一定办得到，一定办得到，加油！